我爱上阿丁了。那你打算怎么追她？帮我支个招呗。这个时代的女生其实非常简单，你只需要记住，跟她们相处的时候呢，她们说要，那就是不要；她们说不要呢，那就是要。那这个是要不要呢？什么都要。哦，果然是大神。看看想吃点什么。其实不用点的。他们说不要呢，那就是要。服务员，其实真的不用点的。把你们今天推荐的甜点还有私房菜都给这位小姐上一份。好的，不用跟我客气。小意思，想喝点什么？气泡水行不行？不用了不用了。服务员，给他来杯气泡水。今天我们的海鲜很新鲜，要不要试一下？不用不用，我不吃海鲜的。来一份海鲜。好的。要不要来点柠檬啊？不用。给他加一点柠檬。你在干什么呀？你没看出来吗？我在追你啊。在忙吗？嗯。我真的有麻烦了。又怎么了？我老实说，喜欢阿丁。我喜欢阿丁。你要告白吗？才没有。为什么？我怕告白后被甩啊。连朋友都做不成怎么办？你们看起来感情很好啊。我们最近一见面就要吵架。怎么会？他会不会为了一点小事大吵大闹？他有东西也都自己吃掉。照最近的情况来看，与其说是讨厌我，还不如说他根本就是痛恨我。难道不是因为他对你有意思吗？如果这也算对我有意思的话，好像有点过分了吧。那你想怎么样？如果阿丁喜欢我，阿丁喜欢我，要让阿丁，想让阿丁对我告白。好，加油吧。总之今天的事你不准跟阿斌说。好好好，快走快走。走了。你们两个最讨厌。当你有一个可爱温暖的女朋友，别给我打电话呀，滚啊。真好，又听到她的声音了，又听到她的声音了。Round two， 这人整天抱着电话了吗？干啥？你真的接了？我以为你最好有事儿。吃饭吃饭，我请你吃饭。不吃，我加班挂了。不吃饭的不行，不过我喜欢。Round three， 等一下。放不羁，哎呦我去，我喜欢。你这堆碗堆在一起洗一定很省水吧。勤俭持家。哎呀，有屁快放。我喜欢你。你在湖中生有暗度成汤，凭你想象成扑捏造。我今天被搭讪了。我的天，快讲一下。今天天气不错。是啊。他给我发消息说下午约我吃饭呢。看来某人要谈恋爱咯。哪有啦，原来这样就可以谈恋爱啊。对不起对不起，今天天气还不错。是不错。下路打起来了。 OK OK， 马上快点推塔呀，推塔马上。喂，丁丁。丁丁，我迷路了。你在哪儿呢？怎么会迷路呢？这周围全都是路嘛，我不知道往哪儿走。别急别急，我马上过来接你。
那兄弟，我先下了啊，我女朋友迷路了。哎，哎，不是，你怎么回事？我马上过来接你。你小子，丁丁，没事吧？嘿嘿，我逗你玩呢。这种事情能随便开玩笑吗？你不知道我会很担心吗？哎，你好，你好，请问您相信爱情吗？相信啊，我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今天你是第一位赶过来见男友的。Feel the waves cut through me, hypnotized by the sounds I'm breathing in. Hold tight, hold tight, chemicals collide. Hold tight, hold tight, hold tight. Dripping lights paint the skies, all because of you.丑死了，赶紧去换了吧，睡裤都比你这个好看。黑色的吗？好看吗？诶，好看。哎，我来给你拍几张，换个 pose。 真美。哎，这张好看，这张也不错。干嘛？是这样啊？我来帮你删掉。拿去。就不要吃。好帅啊，我的天，怎么会有这么帅的男生啊？想的也太多了吧。人家99年的，你知道吧？抬脚，抬脚，抬脚。干嘛呀？一天就知道看这些。哎，快点快点，不演，你自己看电视剧去吧。你要是不演我就去找。你要去找谁啊？那些才是什么来着？你把嘴巴捂住，是怕我想问你吗？我要棒棒糖，他怎么没有买呀？你不爱我了？我好委屈，好难过，好心动啊！你现在一点都不喜欢我了，我最喜欢吃什么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学我讲话呀？我现在不想你，我现在你走开，你走开，那我走了，拜拜。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越想越气，我不要跟你说话了。啊，这是什么？你看，奶奶，别打，啊，拿去，嘿嘿。开心呐、啊，哼，傻子。我把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剪映做成了视频，之后老了再看。哎，你看你好傻呀！你看。
回来了。眼神闪躲，衣服也不打算出门穿的。身上夹杂的香味和酒味，说去哪里鬼混了？我是清白的。相信你了。还要把衣服洗干净，不然又有鬼留恋。什么留恋呀？没有。